这样子，这样子应该就比较不会累格了啦。试试看哦。你把下面的木框堵住了。对。那我这上面用东西啊。那我们等一下要怎么上来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好，很棒，我知道。没有，二楼旁边有楼梯，这边外面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没关系，那个楼梯也被我封住了，该死。好吧。很棒哦，我超天兵的哦。我想想，我们等一下要怎么进来？哎，都呢？还是会丢失影格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我只能慢慢处理了，就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用完。我们有研究过了啊，有人跟我讲了，坐木梯上来。哎呦，对耶！哎呦，谢谢你，他解救了我们。哎呦，我知道从哪里坐木梯了。等下可以从这边坐木梯，你可以从这里坐木梯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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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太棒了！我都没想到，完蛋了！哦，对耶，有木梯这一招，哎呦，很棒哦，聪明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木梯坐哪里？哎，等一下，木梯坐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那个人，我那个影格这部分，我还要再努力先处理一下哦。所以等一下开台结束之后呢，我会用一些时间，然后开始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哎，等一下就不会玩游戏了。这边，目的是对啊，这边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那石头？那个石头最边边，我们可以从那边建。要这几个？我不知道那边有几个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聪明了。9个应该够吧？应该够吧？也许。水煮蛋欸，我可以吃吗？吃啊！放木钉下去煮。木鸡留给你。我现在不饿，好吧，那就放在霍德那边吧。木鸡留给你啊。好，给我。有了。修理一下，看它等下变什么颜色。哦，还是橘色的。等一下呢？这附近有没有树啊？远，很远。我看看哈。很棒，非常棒。外面有两颗，右边轨道上有4颗。然后还是会丢失影格，而且丢得更严重了。我看我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一下影格问题好了，看看如何处理哈。我就稍微跳窗，然后爬一下文。哦，应该不会是插件的问题啊，这插件我才刚装欸。我那天测试，我不知道，受不了，是因为我乱关，还是因为说，真的是因为我太掉太烂？OBS 丢失影格问题，丢失影格。真的有人嫌那个，而且 OBS 最下面的丢失影格没有上升的话就打开。好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刚刚动到我的麦克风，吓到我了，自己吓到了。你们就看着这把火，然后在那边烧吧。一般。
影像编码。你把品质设置在10，静态的场景会比较好看，但是这会把缓冲的空间都占满。如果突然有动作，可能就会变成一堆格子。相对，如果我把品质设在5或6，哎，静态的场景可能会差一点点，但是动态部分品质会有所改善。实际上，这跟你输入的影像有关系。通常，如果你是玩 FPS 的话，啊，等一下，那个胶带掉下来了，捏到好好的掉下来了，好了，我把你扭回去。通常如果你是玩 FPS 的话，或许有一些画面变动很快的场景，你很可能会希望这个值可以低于10。相对，如果你玩的游戏画面不太会动，像是魔法风云或者一张回合战略类的游戏，那你可以毫不犹豫的把东西设在10，不太固定。5到10，看你影片是什么。拿着破豆，我设定是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哈。编码，哎，我画面平衡用在10。我知道累给的问题在哪里了。哈，哈，对不起，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你们愿意等我一下下吗？我这次已经重开几次了。我设在8好了，好不好？8应该差不多了，因为七日杀不是个动态的，应该说不是个静态的游戏。嗯。这样子试试看，它上面没有写下次启动的时候才会怎样。喂，看一下哈，好，开始 ，OK， 好，然后开始降喽。我 FPS 好像可以改回60了，很棒嘛！还有丢性格吗？你们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在累格。如果有在累格，那应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自己可能稍微累格了一下，这样之类的。OK， 好，快白天了哈，很漂亮。刚刚僵尸死了一大堆，我来拿一下我的木梯。然后，哦，我累格了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放在这吧，有没有？漂亮，你真的太聪明了，同学。我都没有想到啊！我刚刚躲像个白痴，这样放下来。哎呀，我以为梯子不够，哎，吓到我了。这样，哎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很漂亮。我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去敲个树吧。哇，看来外面僵尸死很多。出来了。嗨。有，我丢是影格那个降下来了，很棒。砍树了，我就砍树了。又升高了，又升高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只能慢慢处理哈。那个我会再慢慢调，我会在最后一那个两个小时拍完之后，我会开始慢慢调整它。你要从哪里出去？啊，从窗户那边出来啊。哪个窗户？你这窗户啊，从屋顶那边。屋顶。嗯。有看到啊？等一下，我们上，等一下我们上去的时候就把那个敲掉，僵尸就上不来。有，我现在就是缺木头，我就是要回去放陷阱。我现在就是要回去放陷阱，然后放很多，那个僵尸才不会爬。那挖陷阱呢？找对呀。找到，全做。我在想屋顶要不要放？周围放了一些。对啊。不知道等一下做出来的食物品质是什么颜色？做做看啊。哦，把它砍掉啊！石斧，等一下看一下颜色是什么。哦，拿到种子哦。没有哎，它没有种子，好烂啊！不是1000的应该都不会有种子。
是哦，是怎样没有长好？哎呦，你僵尸感觉要吃路哦！我没有，那树倒下怎么都不会引僵尸啊？哎，我的食斧呢？哎呦，134，没有啊，现在做出134等级的，再升上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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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累积一些技能点，我们就可以做了。木钉。好吧，看来他不会压死的。你有压到我吗？我压到我自己。哦。所以现在树不会。我这边自己打。所以现在树不会压死人了。应该是不会，因为我好像有闪。那要不要试试看？小小的数字，你快倒了吗？我快倒了，你站在那边就好了，你继续卡。看看他倒最后倒向哪里，然后我们不要闪，死了就算了。哎、欸，不会对不对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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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。不会压死人很棒嘛？哎呦！那就慢慢调整那画面。还有106个木头，有了有了，木钉，这样，然后我先拿上去放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爬不上来了，觉得啦，可能啦，因为旁边他那个有脚，对啊。哇，楼下我都还没收过。你火还有继续给他烧吼？有啊。OK。还有水。还有空罐。没东西。去厕所看有没有脏水。又是空罐。开门。有一手枪。绿色的。绿色手枪啊，没火，放一些东西下去烧啊。哦，我再放了。OK， 紫色枪管。我拆开它好了，把这个拆下来，然后等一下哦，看一下我要丢什么，先丢空罐。这把就可以拆掉了，然后组装这个装上去，有没有？哦，完美，漂亮！这是一把好手枪，拆掉，然后子弹放身上，呼，很热你啊！有没有东西？绷带，好，拿来吃啊，吃，吃。喝，我跟你忘了丢错了。红水，水嘞？我的食物罐水嘞？哎、欸，我刚我食物罐水嘞，干！哦，食物罐水就这样不见了，哭哎、欸，怎么烂了、啊？这什么 bug 啊？哎、欸。不是，我刚刚一个手滑，不小心按到扔掉。我以为我口渴，我要喝。我操！三小，我踩到木刺。大哥，您技术真差。那你去外面住宿吧。你千万不要，对啊。你千万不要今晚待在家里。你离家里远一点，去附近采采木吧。我给你那边至少留了一指的水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您的。我、哦、更，我自己去踩到。
哎，没事没事，今晚还不会死。OK， 那我们先把木梯拆掉吧。我们今天就待在楼上。可以躲在那个地下道。不行，他们会把我们的房子给拆了。僵尸会去找有入口的地方拆。防空洞。嗯，一样啊。他会先把上面的东西给拆掉。这样。哎呦。然后放这个，这样这样卡住了。太棒了。我真的是太聪明了。嗯，说不定他只会去找你，不会来找我。应该没有那么的友善。之前就这样，分隔两地。他目的不让我放嘞，啊，该死啊！他妈，一边很危险，这地方不能插目的。那、啊、这里可以吗？哎呀，我目的插不下去了。啊，这目的看来只能在地上用。哎，漂亮。太漂亮了！哦，白白的在那边，哎、欸，非常漂亮。好，要再做一个。哦，有吧？楼下有楼下有木梯啊，自己去拿一下啊。哎，谢。哦，干！哦，快死，我快死，我快死。咱们都不是被僵尸杀的，是被自己的陷阱给害死的。我是十五滴血，您怎么看？您怎么看？我猜一猜，我还没有，这回是我还没有把你刚刚拿去烧的水给拿出来。哎呀，今天真是一个，哎、那可以放那边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哎，这如果踩到就算了吧。啊，如果没踩到，这被留下痕迹不是？如果我们没有踩到，哎，我们就漂亮的回家一下。然后那个了，我卡住了，该死的！怎么回事啊？完全不能动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真是不该乱关东西的。哦，趁早找时候先把东西放进去的。对啊，然后去再去外面住啊。我真的觉得我等一下会被……这、哎，没事。没事，够稳，哎、欸，哥的底盘够稳，哎、欸，还不会，哎、欸，非常安全，哎，非常安全，哎、欸，很安全，嗯，好，那就这个样子吧，吃碗零食，啊，开始吃。喝个水，然后呢？哎，我非常怕死哈，所以我决定不去厕所拿那个木梯了，我宁愿自己再做一个新的。哎，咱们稳点，哦，稳点，哎，没事，哎，哥的身子硬的呢，哎，没事，哎，我还活着，漂亮。啊，接下来只要不要从这边滑去都不会有问题。卡掉！哎呀，那为什么刚没拿到？拆两个楼梯，我应该有两个楼梯啊！笑屁呀、啊！OK 的，哎，俺的下盘够稳。哎，我成功的回来这个该死的基地里了。啊！然后我觉得呢，该死我那个了，真的呀、啊，讲正经的，那个千万不要乱关东西，不然就跟我一样，你看，超级那个的，学乖了，啊，这墙壁我们就稍微给它强化一下，嗯，以免哎我干敲错了，这样，哎有了，敲敲板板，哎。我们用这个，哎，够稳，哎，够稳，够力，哇、
哎哎，我们留个窗户看风景。哎呀，好多水呀！啊，用不完的食物，用不完的水。哎，太棒了！羽毛，羽毛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嗯，我刚掉水。哎，我管你去死的，我现在有水了。太棒了！啊，你是多热啊，大哥！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舍弃？有下面墙修了，也不算修了，我只不过是装上新的东西而已。嗯，拿水，吃蛋。死前把你留了好多水煮蛋。谢谢您，您的大爱我会一辈子记得的。啊，非常漂亮。这个铁锤拿出来，反正它都快爆了。比较好的铁锤放回去，我们拿油纸在身上。油纸，哎，满地捡都捡得到。简单，那对我来说简单。OK， 剩下水，两个水。好，我们就施舍给下一批来到这里的人嘛。下一批还是我们呢，大哥。OK， 好，咱们很稳。很稳的归在这捡不起来的木框，哭着。我们这个梯子丢掉，捡个木框，拿个木框，堵在这，我们安全了。害怕僵尸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拆一个，我们安全了，谢谢。这个都拆起来。我们今天安全了啊、哦！这是我们的归宿。铜墙铁壁，我这个房子呢是用了百年金属去打造出来的。想拆门都没有。我就下一秒会被打脸，娘怎么看？应该不是下一秒。哎呀，我听到僵尸走路的声音。哎呀，原来是狗狗。他们踩到了木钉，雪翘翘了。我身上有你的十字弓，哎，这个十字弓要留着，对不对？啊，猎枪零件我拆掉了。不要，你可以丢掉，然后再帮我做。不要，很浪费。他要一个那个铁锉，哎，算了，留着。兽铁了。我们家这里竟然下雨了。那边下雨了。对吧？我们的这个碉堡家 ，OK 的，下雨了，安全。十字弓箭手，没有雨衣。你觉得身体湿湿的吗？湿啊。觉得黏黏的吗？挡雨的是哪一个？好像没有。没有那东西。啊，反正就是身体湿湿的嘛。继续啃木头。这把木工有点屌，我身上明明装了个火焰箭矢，但是我却看不到火焰箭矢对在哪里。绷带可以回血吗？不行。芦荟膏转型的，要急救绷带才可以回血，可是我没有芦荟膏。你吃水煮蛋呢？水煮蛋不会回血啊，大哥。我可以做胶带吗？我看一下啊，胶带，胶带，哎呀，要胶水，刚才我没有胶水，就算有胶水，我现在也没有血包，抽自己血来用，有点舒服，哎呀，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是爆掉了？没有哎，我看起来好硬啊，甚至硬朗着呢。你觉得小雨他会变颜色吗？我觉得会，怎么办？看一下啦。小到哪去了？还有23秒，那么久。我们来看他修完之后会变什么颜色。觉得紧张。哎呀，还是紫色的，太棒了！哎呦，39技能点，耶！升级。爽，还有什么可以用？
看一下皮手套，没有皮革。补胸甲。啊，补胸甲给他补一补好了。补补，修修补补，补补修修。哎呦，十等，这个未修啊。辐射防染14%，欸，可以修哎，欸。采矿头盔也可以修哎，欸。喵，喵。啊，我家猫特别开心。喵，喵。年到底饿不饿啊？它很饿。喵，喵，喵。擦洗。可以修修补补后呢，这个要不要修啊？用木头就可以修啊。这个我觉得这个介绍真的很烂。十字弓造成的伤害高于木弓，是狩猎和发出声音的好东西。发出声音，您的声音比较大吗？一把木弓打猎和杀死僵尸的好工具，请使用弓箭作为弹药。您这是在讲废话吗？哎呀，球猫照啊，我改天拍一拍 po 到我的 FB 上面去好了，粉丝团啊，你们如果有什么比较喜欢的，看到觉得可爱，嘿，欢迎你们存起来。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我，哎，够了，现在几点了？9:11了，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？那我的电脑顿成这样，暂存档案太多吗？我看一下我 C 草能量剩多少，被吃了，他剩下6G。What the fuck？ 嗯，不关我的事。好冷哦，今天我去穿一下拖鞋好了。我去上个厕所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我听到狗叫声，我才正要去嘘嘘而已。暴动开始。哈雷，你那边有没有事？帮帮，我的拖鞋。啊。
好。哎呀！哎呦，我觉得我被发现了。那僵尸暴动了。嘿，你好。啊，原来都来找我了吗？对啊。你看粉丝好多哦。我一回来就那个了，别说粉丝了。啊，说的，又那个了。OK， 该死的，等一下，僵尸太多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听到我楼下门被破了，非常危险。那个帽子要保险拿下来，先拿下来好了。烧杯，罐头，罐头，罐头啊！家里食物过多，啊，这个跟水煮蛋罐头，吃东西啊！僵尸在暴动，我在吃东西。啊，你们就去凶，你们就去凶，啊，你们给都给你们凶。啊，我今晚不用玩了。啊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死在这鬼地方了。要撑到早上，赶快跑掉，撑下去。别说撑了，他们很凶啊。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真的不是你一般就体会得到的东西。那僵尸一冲过来，我的影格啊，瞬间丢失了9000多啊！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实况什么东西。哎呀！哦、我看到我家楼下烧起来了，啊！他们冲进房子里面来，他们冲到房子里面来了。我这边很安全，所以我看到是他。哪都好到，我完全不敢动啊。哦，你这边好多东西哦，多到爆啊！没有地方可以放啊，我都不知道要放什么啦。修木框吗？我要把它强化起来吗？强化起来我就出不去了呢，就走不了了。对啊，妈，我就自己把自己关在死胡同里面呢。那你找到要光耗费很大的时间。讲实在啊，我现在听不到你讲话。这僵尸的声音啊，比你的麦克风还要大声啊！我们在那边偷看一下他们上来没。安全，我完全没有上来的痕迹。我觉得我等一下会因为房子垮掉，所以GG。一会垮，没有实质。这群僵尸敲东西有如在吃饭，你跟我说这石柱可以撑得了多久？很久。是吗？那他们已经在楼下了。所以代表他们会一进来。你妈呢？接下去，我们就看能不能这样撑到早上吧。啊，继续。继续吃饭好了。我现在不饿，我哪时候才会饿啊？哎，我来看一下角色状态，哪时候才饿？一个悠闲等吃饭。看看这眼睛多大颗，这么喜欢看，都给你看就好啦。你先看吧，你习惯。哎，完全安全的。有个家伙很悠闲的躲在一个世界的角落，然后看偷看着我的实况。啊，把反手也拆了好了，橘色反手大家都会做。我会啊，我可以做出橘色的东西来。啊，再来做一个石斧看看现在等级多少了。啊，石斧漂亮，140等，差没几等，嗯，差6等。啊，他们越来越激烈了，好吵啊他们。看到 man。目前看起来是很安全哦。哎呦，声音怎么突然变小声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那个狗看起来还是很凶哦，我们先不要移它吧。哎，哦，上面这个拆掉了。
我看一下下面啊，还是比较好了啊，我觉得特别恐怖，我们还是安分点。我好想下去捡警长的东西，他那声音就是告诉我他已经死了，可是我却下不去。去捡，快去捡！我捡了也没办法带回去啊，我的包包没地方可以放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后面拿掉修前面吗？我有这么想，可是他们看起来还是没有上来的痕迹啊。等他们上来，我再来修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上来，我还是来得及啊。我现在留这个是因为要比较好观察。我要看得到他们。哎，一个大胆！哎呦，听到了什么很奇怪的声音，从我后面发出来的。只剩下肥仔了，肥仔死了，狗来了，狗死了，我不知道。那肥仔到底是踩到刺在痛，还是说他纯粹就真的在叫？我知道有火焰僵尸啊，在我的脚底下。它爆炸了！哎，火焰僵尸看起来是卡在我的脚底下，我把这个拿开看看好了。哦。听到他们移动了，这可以在我这边。我一移动他们就暴动了，怎么回事？叫你不要乱动，你小心口。没有，我回去了。你拆卸了，别那木头的声音。没有，而是因为我眼睛从头到尾都是亮着的。我眼睛从来没有闭上啊，大哥。还在天黑闭眼。天黑请闭眼。哦，那我看看你在哪里。哎呀，你离我们家好近啊！就我们家附近那个小破屋啊。我知道，我看到。你在哪掉了？不怎么样，就是。哎，我撑过第七天呢，讲实在。恭喜你，我也撑过第七天了，都有担心，会像上次一样。把我们带到旁边来采这些木刺好了。所以我决定早上一早上我就冲往边。我现在看这些僵尸采那些木刺，然后一直死掉。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带上，你们怎么看？带上来看一下好了，哎、欸，漂亮！嘿，那头黑黑是什么？你看看下面那个，哎呦，他警长，不是？看看下面这头僵尸，哇！嗨！哇哇哇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别激动啊，大哥们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！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哎，这里还有！啊，来来，这边踩踩，这边踩踩，哎，这边踩下，这边踩下，哎哎，死了就算了，啊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们不会从这里跳过来吧？哎哎，摸完呢，我决定我要把这边堵起来。哎，放一下！哎，你们跳不上来了！哎，你们跳不上来了！来，哎，哦，好钝啊！哈哈，我他妈还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么钝吼，不知道关了什么东西，不要乱关。不急着。哇，下面这一群东西。
哎呦，三角爆了，爆掉，还好没有站在那边，闪人闪人闪人。哎呀，我还是六点来，六点啊，大哥们，你们别再追我了。我也想啊，我哥，我觉得我跑不赢狗啊。好了，未被发现的状态，我们就先跑了。哦，断脚了，干！哦，我拖着我残障的脚，拖着残障的脚，哎呦那个，啊，丢失好多影格。啊，包一些好了。甲板，目前有僵尸发现我，有，很漂亮，他追过来了。包一下，包一下。啊，先让我离开这鬼地方。哇，啊，为什么那天不会那个，偏偏今天才那个？哎，他现在只要一包就好了，哎，可以跑步。干，超人哦，那个脚。吃蛋。OK， 我们成功熬过了第一次的第七天，这游戏真的太棒了。这是哪里呀？哎呦，我看到虫嘞，开始有飞虫喽。嗯，然后关于这个影片那个画面问题，下次会改善，我改善一下哈，顺便改进一点。那你们可能稍微忍忍啦、啊，就这一次而已啦。因为我是很久没有用 Twitch 开台了，然后他们就回来使用 Twitch， 他怎么设定我都忘记哦，非常不习惯。上传那些速率，我还要再去查一下，然后要去查一下如何不丢失影格，好、哦，这才是最好的。因为呢，丢失影格熊不是熊，丢失影格的时候呢，你们看到的画面，不管怎么看定位是钝的，就是他丢失影格就是少一格少一格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画面呢是有很多格，有很多格的画面去组合起来的，所以呢丢失影格就同等于说你影片，例如说好啦，你们知道做动画流程吧？1000张动画里面，你大概少了10张、20张，你就会觉得整个画面非常不流畅，也、欸、就大致上像那样。这就是影格哦，影格概念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这次也觉得很震惊的，因为上次开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后来不知道干了什么，这个问题就跑出来了。所以我还会再慢慢研究。我会多测试一些，然后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怎么上传啊？分段、啊、还是要一口气全部上传？你想一卡戏也是可以的，分段好了。嗯，然后那个标题就打第一次用 Twitch 开台就悲剧。决定了，可悲剧啊！你第一次活过这七天。可是你们看到的画面是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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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看我卡，我已经丢失了13322张的影格嘞，15232张，说错了，这太夸张了啦！蜂蜜可以喝吗？开始不行，然后喝啤酒，喝零，斩冲，觉得棒极了，然后就可以喝这个，好像不行。我来到森林，嘿，我非常猛的用我白咖的脚冲过那群僵尸，来到了这奇怪的森林。你要返家了吗？我不知道，这里离家好远啊。我也是一直在顺着路在继续走而已啊。我找到另外一把了。返家吧。返家吗？我现在不敢回去。我想要往图书馆那边跑。
因为现在今天怕就是跟上次一样安全，但是结果过没多久就对来个突击，图书馆到我的反方向。哦，对啊，标题就用我的退去，哪有那么的悲剧？哎，他真的很悲剧，该死的！阿雪，跳起来，可以救人。你知道图书馆在哪里吗？好像知道。好，那你就标那个地方，我往那边跑，你也往那边跑。我觉得我跑不到，又好像可以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喝酒精好了、啊，觉得棒极了！工业酒精，给你不一样的感受。嗯，啊，我现在不饿，为什么蜂蜜一定要等饿才可以吃啊？就是可以直接吃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看天空你们就不会卡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现在听我的声音会 KK 的吗？就是声音突然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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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丢失影格会不会造成说我的声音有影响。如果也会的话，就是真的这次影片影响很大，真的有点让我有点。稍微有点惊吓到了，惊吓到了。那等等呢？我们实况完之后呢，我可能会稍微重开机，然后也是会再继续开实况哦，因为我要测试我的影片问题。那你们到时候看到，或者是说你们要去睡就去睡了哈，然后看到的话不要在意太多了哈，那没有要玩游戏了。因为只是要先测试看看，说我到底能不能把影片搞好。我如果一样是搞不好啦，然后我有可能啊会就是再转回 YouTube 吧。重点是影片要搞好啦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用到现在 YouTube 对我来说比较顺，然后比较习惯。哎呦！我这里怎么找到了？哎呦，我这里找到了药局哎、欸！啊，这是城市哎、欸，我又找到一个城市了、欸。它价高了，很棒嘛！为了找药局，价高的城市，对啊，还是对啊，价高嘞、欸，好棒！看这里是哦，这里是书店哎、欸！哎呦，哎呦，很棒嘛！那标记一下啦。保存书店 2， 2525是什么？哦耶耶，有书咯，来看书时间到，我们要来增进我们的尝试跟我们的知识，我们要成为有用的男人。嘿，都是一些没有屁用的书。嘿，又是书，散弹枪图纸，我有没有读过？有读过了，又是书，请你给我图纸好吗？拜托，书店大大，书店大大，你们一张图纸都没有卖啊？啊，你们是在卖什么？卖书？好啦，真的是书啦。但是我不要这种书啊，我要有用的书。哎呦，皮夹克，也皮胸甲，太棒了，我会做了，运气真好。羊角锤又是你，那你要给我几张羊角锤啊？再读，散弹枪弹壳，太棒了，我们会做散弹枪弹夹，我们会做来福枪了。太棒了！可是我要钢筋啊，给我钢筋好不好？大哥，给个钢筋有那么困难吗？皮革，掌握所有配方，这个看过了，那这本书就留给你了。
什么东西？就是一张棋，另外一本书是教你如何制作底格的书。哦。对啊，然后他不能读。AK47图纸又一张，图纸好像才可以重复读欸。那、啊、因为我没有地方放啊，那我就把它读掉了。啊，哎呦，这本书很明显不一样哦，《钢铁的秘密》。水亏，终于断钢啊！终于啊，我们会做钢了啊！我会做钢镐了啊！啊，觉得爽，觉得我们的科技终于可以进化到钢器时代了，有刚刚好的 feel， 吃蛋了。我们在附近再晃一下吧，再看看这里有什么。这是又是一个大城市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又是一个大城市，然后它是有书店的城市，很棒嘛，很棒嘛。其实这地方离这种大卖场都好近。我的退群没有那么的悲剧，它是真的超级悲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卡成这样，因为之前是不会影响到我玩，而是说你们看到的时候才会那个。可是呢，现在我改成这样呢，变成说也会影响到我玩。它是整个都在那个，我是真的影格就是用喷的就不见了，真的是直接不见了。要药局欸，药局哦，那我要丢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丢啊？目光可以丢了，还有什么？止痛药我要吃啊，起来，油啊东西挖欸，急救包用。好了，我有血了，谢谢。喝个水啊，再喝个水啊，还是要再喝个水。有事没事多喝水，没事没事多喝水。嗯，多喝水广告已经好像很久没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怀念啊广告，那广告其实挺有趣的。钢剑我没丢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木工我没丢掉了，用不到啦。有枪、子弹，还有什么比较方便可以丢掉的？木头85颗，85颗，我在想要不要丢欸？因为它是85个，不是说只有一点点。虽然对我来说，那跟一点点没两样啊。85个很快就蒸发掉了，我又卡住了。嗯，电脑哦，我对不起啦，关错东西你就这样哦。你现在有听到我讲话吗？有。啊，连你的声音都会不见，那看来就是我整台电脑都会卡住，所以我刚刚一定关错东西了。我相信我绝对有关错东西。你这混账东西！对不起，我不该乱关的，学乖了。血波，然后甲板不用。你主要要用的东西就是那些而已、啊，急救包啊，会。可以回血的那个东道具，而不是拿那些夹板啊、一般绷带，那个没有用。羊角球，我在想要不要丢掉、欸？你的羊角球丢掉喽，回去再做一个，我回去再做一个给你。然后我们把厚的外套穿上。把自己热死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带很多东西。够了没有？不要再那个了。
睡点那个，这我不给面子。连门都不见，我是那个到连门都看不到，是不是？还是说他原本就没门？有啊，有门啊，只是看不到而已。那个过头了。啤酒水，水喝不能喝。哦，抗生素啊，这是个好问题。这些抗生素这是要放哪里呢？空罐看到了，分解。然后等一下拿到急救包又要放哪里呢？这又是个好问题啊。五个 ，OK。哎，刚说完急救包就来了，急救包啊！好啦，木头丢掉了，烧杯，木钉丢掉了，木钉很多，木钉没差，木钉只是拿来防御用的啊。家里还有很多，那个也是晚上拿来烧的。反正我身上也没食物了，因为我身上还有食物，我用不到。我现在不饿，我现在口渴吗？我现在不渴，不饿不渴，饮料龟，秘鲁，好，我不饿不渴，可是我想敲门。维他命，维他命就直接吃了。这些都是垃圾，丢出来让他们刷新吧。这里呢很漂亮，我们进不去哈。现在出去的话会遇到僵尸。你没差啦，死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闪人，再见，再见，诗诗，诗诗。我那个了，哦，前面那是什么庙吗？只有一片墙，说看起来真的很像庙。啊，我又不要追我了，我又看到那个了，很像卖场的东西，那个好像是厨房哎、欸，好像是厨房，不对，它是加油站 ，pass and gas， 它是 cas。加油站，加油站是吧？加油站就想要做一件事情，看到这些易燃物了吗？唉，人啊，就是手会特别贱，特别想敲啊！可是它旁边有玻璃可以破啊！我决定跨玻璃进来了，我跨进来了。难得今天没有引爆它，嘿，因为我身上也没东西可以引爆它。我身上我把弓丢了，我只剩枪。所以说我要浪费一颗子弹，砰！然后枪也会掉在这个地方。我有子弹了，十刃链子弹了。十刃链子弹是冲锋枪的，我们冲锋枪基本上是目前也用不到。猎枪的啊，小枪那些会留下来，然后散弹枪这些东西都是后面会用得到的东西。但是冲锋枪就 pass 了。因为冲锋枪真的不好用，我觉得我好那个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我那个玩游戏啊，我头会晕，就看不习惯那画面，其实我现在也已经开始有点晕晕的，还有什么地方
20点了，然后我还在外面。哎呀，这个不就是所谓的早死吗？我正处于轻微中暑状态。好啦，你就热死吧你，热死算了。啊，怎么上去？嗯，熊哥，熊哥别，熊哥，我们是好伙伴。熊哥，熊哥远一点吧。啊，熊哥，熊哥，我走这里，你走那边啊，我们咱们兵分两路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哎，谁也不干扰谁。啊，我敲我的窗，你杀你的尸，干跌下来了。就因为我白咖，你就能这样对我？我真正看不下去，因为我要去隔壁栋，我要去隔壁栋躲起来。哦，shit，地上有一只在爬的，宰他了！哇，很渴，喝水，赞，喝林，开门！晚上啦，晚上啦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地板怎么那么的漂亮帅气？这是旅馆吗？踩豆豆，门可以开吗？不行，门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哎呀，我好想死回去啊！蓝莓，呜，OK，他们敲我们，嗯，漂亮，我们找一个橱柜，将我们收到的东西放进去吧，好不好？保存起来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拿的。上帝，我来了！蛋蛋，让我后退个几步，再放入我的废铁，然后还有什么可以放？木头，不要。嗯，我们留下来的工具好了，有这个，好了，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可以吧？我们来脱个帽子吧。这帽子特别贵重，哎，紫色的。哎，然后脱掉我们的外套吧，快热死了！啊，OK，上帝，我来了！上帝，你在哪？上帝，你竟然没抱我们嘞！哎呀，我还以为你破我们呢。哎，在地上爬的，哎呀，敲我脚，敲我脚，敲我脚啊！你敲我脚，敲我脚，你敲我脚，你敲我脚，快敲，快敲！没有，我要回家，快敲！没有，我想要回家放东西，我包包太东西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你们要看到更那个了。家里够亮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会让人家那个都不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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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东西喽！有食物的放食物，有啤酒的放啤酒，有派的放派，还有什么可以放？没了嘛，我身上有很多水啊，有水的放水。这样，没有烧杯了，耶！两个烧杯，医疗箱，急救包，然后酒精，血袋，止痛药。急救绷带，
我们绷带系列的放一起好了，液体类的放一起，啊，抽血的跟血包放一起，这样，胶囊的就放在腰嘞，有没有？整理的漂亮哦，谢谢，我知道我最会整理东西了。子弹，子弹，手枪，哦，有这个，修一下好了。修理包，不对，修理，这样就可以放进去了。那等一下就可以拿进去放了。你的十字弓我放在里面了哦。好，放在那个武器库。你应该知道武器库是哪一个吧？知道。哦，OK， 好。然后你的那个皮革书我也放在你十字弓旁边哦。好的。好。箱子放皮革。我们好多水桶哦。哇、哦，四个、哦，我装那么多、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嗯，黄色小枪，小枪放小枪，子弹放子弹，他的东西放角落，弓箭放弓箭，钢箭放上面好了，铁箭放第二个，最烂的放下面，散弹枪放散弹枪。弹夹放这里，零件放边边，那个修可以修枪油的东西都放一边，也不是说可以修枪油，可以修枪的东西都放一边，啊呢，漂亮，我们可以做钢了，我们可以做钢了，我们可以做钢了，哦，钢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断钢，耶，啊。终于，我们终于要有钢了啊！可是要烧更多的东西，必须要更多的东西可以烧。怎么烧呢？嗯，这个要拿去烧，等一下再用好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好累格，9:52，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嘛。那等一下哦。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好了，不然这么累格下去，你们也不知道要看什么。本来有很多东西都要给你们看，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然后，死神，你先回来。死回家吗？不然你先在安全的地方下线。我现在这边不安全啊，我就附近有僵尸。没关系啊，你只要有在房子里面就好了。有啊，是在房子里面。哦、好，那我就先关掉、哦。你先登出，我先把这个lag问题全部瞧好再说。怎么可能lag成这样呢 ？OK， 那我先重开机一下哦。那非常不好意思哦，今天给你们那个那么差的那个画面品质的游戏哦。那么影格呢，总共少了26546张哦，足足是我所有影片的 21.66%， 非常棒，嘿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会稍微处理一下这些问题，然后那我下次的时候呢，会给你们更好品质的画面了，好不好？尽量啦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就转回换用 YouTube 好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。那我先重开机。那如果有要看我测试的哈，那我们等一下稍后见。那 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。先重开机哦，拜拜。